果政府现在的态度和他们的自信来看，他们确实很有可能关掉整个网站的。但是我也比较赞同，就是主编中国期刊的主编 Tim Pringle 他的话，他说关闭的话，其实从长期看是中国的损失，确实是从软实力啊，因为毕竟中国期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研究中国的一个学术期刊吧，如果中国自己把它禁不能卖，就长期来看是中国的损失。